女人的直觉就是准，你就是挎着喜珠子嘛。男人嘛，多几个女人，那不是什么本事。把每个女人都能够糊弄好了，那才叫本事呢。再说了，莲花的是我外甥女儿，你媳妇儿，特别是水仙盆有她一份儿。行了。您别老叫叫啊，我不爱听。喜珠子不过是个戏子。戏子怎么了？我就愿意跟戏子待在一起，我跟他待在一起我舒服。那是钱舒服，没钱你试试。你给我记住了，外面怎么玩都成，家里不能乱，只有莲花对你才是真心的。喂，哟，打扮得这么漂亮，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哎呦，你笑话我。你看，这天和非让我去这个六国舞厅，去会会那个日本买家。日本人？他们这么快就出手了？樊掌柜，你找我有事儿吧？我已经离开通古斋了，不是什么掌柜的，以后啊，就叫我樊四儿吧。您不跟着陆德维希了？不跟他玩了，我呀。回归了，我师父他们都乐意收纳我。那这是好事儿啊，恭喜您啊。这说起来还是托您的福啊。托我的福？是啊，水仙盆啊，这真真假假来来去去的，倒让我看清了我自己的本性。我是个中国人，我不能再做卖祖宗的事儿了。您这话说的在理，您放心吧，那盆儿啊绝对不会卖给路德维希。嗯，不卖给路德维希，那就更不能卖给日本人。天哥让你去见到这个日本人，那是日本皇族派来的女间谍，她来中国的目的就是要买走这个象征日本耻辱的水仙盆儿。这盆儿跟日本还有关系啊？今天啊我就给您交个底儿，您这东西啊可有大故事啊。赶紧进屋说。当年啊，乾隆爷在盆底下题诗，为的就是让后人知道这个抗倭的事儿。哎呦，原来还有这么回事儿呢！我明白了，这盆儿啊，要是在咱们中国人手里，那是长脸；要是落到日本人手里，那就是丢脸。所以啊，这千万不能卖给日本人了。你呀，再多熬几天，我们古玩商会正在筹钱。到时候我们出的钱肯定比日本人多。这个您放心，我肯定听您的。当年我阿玛就单留了这么一个物件给我，我就知道它意义非凡，我不会把它贱卖了。
Mademoiselle， 你不能塞光。你要干嘛呀？我不认识你。Mademoiselle， 你要干什么呀？哎哎哎，这怎么了？这是他拉我，我又不认识他。哇，这是无常。哎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他不懂规矩啊。您跳，您跳啊。走走走走走走。你要干什么呀？你就天天来这种地方。这是舞厅，你习惯了就好。我习惯不了，我抱抱你，什么话呀？哟，天河，你在这儿啊？这位就是莲花哥哥。早就不是了。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就是我常说的日本的朋友松井小姐。他人特别好，我在上海的时候多亏人家照顾了。哦，对了对了，就是他们想买这个门。你们出多少钱呀？六万，还没陆大人出的高呢。哎呀，莲花，我们不是都说好了吗？这盆不卖给陆大人了。再说了，宋宁小姐人又好，而且还能给现钱。我看，要不你回去再想想。我想好了。公平竞价，价高者得。松井小姐，谢谢您在上海对天河的照顾。不过照顾归照顾，卖盆归卖盆，一码是一码。包对包市长，啊，这个事我处理，我处理。莲花，回见回见。莲花。怎么，吃不惯了吧？嗯，你说这北京的窝头啊，跟上海的还真不是一个味儿。我看不仅是窝头变味儿了，连人都变味儿了。哎呀，你这又拐弯抹角的想说什么呀？我问你，你为什么非要把那盆卖给松井？莲花，我都跟你说了一万次了。松井小姐是我的恩人，我到了上海，人家给我吃的好，住的好。再说了，黑三把我给打了，还是人家松井小姐把我送到医院的。他怎么知道你被黑三打了？分明是他让黑三打的你，再把你送到医院，好让你感激他。松井小姐就不是你说的那样的人。再说了，我跟人借钱，人连个欠条都不用打。你还向他借钱了？你借了多少钱呀？没多少，五六千吧。五六千？你借这么多钱干嘛呀？我问你，你这钱干嘛去了？你是吃了喝了还是赌了？天河，你知道你都变成什么样了吗？我没变。你有事瞒着我？我有什么事儿瞒着你啊？你别瞎猜。你的心不在这个家上，也不在我这儿。我这个心不在这个家，不在你身上，我在谁身上？行，那你给我发誓。你发誓，你说你永远不会对不起我，也不会对不起这个家。你是我媳妇儿，你说不卖给日本人，咱就不卖。东西是你的，我也是你的，啊，行了吧？你还怕什么呀？那你还怕什么呀？你为什么不敢发誓？行，我发誓，我如果要说一句假话，我就天打五雷轰，我就挨枪子儿，这行了吧？天河。我实话跟你说吧，这盆我不想卖了。莲花，你别说傻话了，行不行？我欠人家很多钱呢。再说了，咱们不是一直想过好日子吗？
可都得靠这个门了。啊！生龙兄弟，哎呀，最近怎么样啊？你看我这刚回来，也没时间抽空去看你。哎，我不在的时候，多谢你过来照顾啊。哎，我说你这可真是不够意思啊！回来这么久都不知道请哥们儿喝回酒啊？最近家里事儿忙，这不是着急卖盆呢吗？你这是给你们家送点煤呀？您这么久不在，莲花一人哪弄得了这个呀？有心了啊！哎，等会儿，问你件事儿，跟我说实话。你说，昨晚上你是不是听喜珠子唱戏了？这个干什么呀？昨晚上我跟莲花在广和楼门口看见一人，特别像你。我说是你，莲花非说不是。不是，到底是不是？哎，兄弟，我说你该不会干了那种吃着碗里惦记着锅里的事儿吧？你以为我跟你一样啊？告诉你啊，我跟莲花是两口子，那是我们家的事儿，你别瞎操心。算了算了啊。怎么了，莲花？天河欺负你了？跟我有什么不能说的呀？你想多了，他怎么会欺负我呀？那你这是怎么了？生子，我觉得天河从上海回来以后，像是变了一个人。我觉得他外面有人了。喜珠子，对吗？帮我一个忙。说。帮我盯着他。行。九爷。嗯。哎呀，行行行行，别睡了啊。嗯。九爷，我跟您商量件事儿。你说。我觉得吧，咱这盆儿不行，还卖给日本人得了。咱现在用的可都是人家的钱。日本人？那才多少啊？陆大人那钱一到，比日本人得多出两三倍去。陆大人用的是大英博物馆拨的经费，一时半会儿还到不了。咱们呀，耐心等等啊，耐心等等。赵爷，嗯，您是不是偷抽我鸦片膏了？不能啊！我跟你说，天河，我从来不在这种地方抽烟，我要抽烟奔大烟馆。好啊。
那以后咱们就各抽各的啊，我就去大烟馆。哎呀。小蜜蜂，等会儿上车，带你看一景去。看什么景啊？到了就知道了。天和少爷，您别着急，马上就好啊。天和，你要还把我当你媳妇儿，你就跟我回家。莲花，不是就抽口烟吗？多大的事儿啊！再说了，以后盆一卖出去，这点烟钱就是牛身上的一根毛。不就抽口烟吗？你听听，你这口气，你跟外边那些烟鬼你有什么区别？天和，这大烟不能沾啊，一沾人就全毁了。你给我闭嘴，我就知道里边有你的事儿。你把我媳妇带回来干什么呀？成心想让我现眼是不是？上哥，我知道你那点心理歪心思，哼，你就是想占我这个坑。生的是你兄弟，你就这么说他啊？你说这么难听的话。你打我，我是你爷们儿，你打我，你要当你还是我爷们儿，你跟我回家说去。我不回。好，不回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那盆谁都甭想卖。走，绳子，甭理他。天和，气死我了。你这是跟谁生这么大气？这样，你先在这歇会儿，我唱完下午场马上回来啊。要不我领你到天桥散散心吧。我要回家，要等天鹅回来跟他好好聊聊。刚才不该你动手啊，要打也应该是我打。他一大老爷们儿让媳妇儿给打了，这脸往哪儿搁呀？你看到他看我的眼神吗？完全就是一个陌生人。生子，你说这人的变化怎么能这么大呀？可不是吗，人一变呀，再往回拉可就难了。不行，为了他好，我也得把他给拉回来。回去好好劝劝他，千万别再动手了。多说说你们以前的日子。以前的日子都已经过去那么远了。都怪这生的王八蛋，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。谁是狗啊？谁是耗子？你在莲花那儿受了气，你到我这儿来撒，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行了行了行了，别生气了啊！刚才我对不住你。哎，你放心吧，我暂时也不回去了，我多陪你几天。你不回家了？不回去了，哼。他想拿不卖盆来威胁我，我就不能服软，我就不回家。
要不，咱们也别躲躲藏藏的了，你跟莲花就光棍的和尚，什么都告诉他啊，有啥说啥。这戒烟啊和女人是两回事儿，还真不能把莲花给逼急了，要不然这盆儿不卖了，我可就砸了。这东西你收好了，真的一出手，假的就别再往外拿了，啊！您还是想卖给陆大人啊？那谁让别人筹不出陆大人的高价呢？哎呦，红爷啊，这东西啊，应该啊留在咱中国人的手里。为什么呀？你小子帮着洋人卖祖宗的东西还少了？咱这是做买卖，认什么祖？总啊，我可是金盆洗手回头是岸了，我是想啊，拉着您和我一块儿把这宝贝留在咱们中国。疯了，洋人的钱多好挣啊，您挣的是钱，可人家是把那魂儿拿走了，这名气都是魂化的，这里边装着咱们中国人的根呢，这都卖光了，咱呢也什么都不是了。嘿，照你这么说，那整个琉璃厂都得歇菜，一个个转转行，挖坟去，把古玩全都放回到祖宗的坟里，那多孝顺！咋了？我也不多说了，我得走了。你们古玩商会赶紧凑钱，凑齐了参加拍卖，只要你们有钱，我保证不卖给洋人。啊，回见。哎。博彩堂500，天河轩200，珍宝斋1000。师傅，有多少了？到今儿个啊，一共才45000，差得远呐！哎呀，咱们说遍了整个古玩街，才集了这么多，很多人还是看在您的面子上做个人情呢。明儿个，咱们串串宅门。拉人买东西，成，我把假牌也带着，让人呢有个看头。我担心呢，莲花他们等不得。哦，不会，莲花答应我了，这东西啊，他不卖外国人。3天了，你是真够狠心的。3天都不回来。莲花，别走，莲花，买定离手，行，对不起了各位。哎呀，接着续，接着续。哟，红爷，您不玩两把呀？你们玩的太小了，就我这身份，我谁也没跪。哟，莲花，话跟你说，对不起嘞。别，那这是啊？你干嘛呀你？天后3天没回家了。我知道，您知道啊？他抽完大烟了，您怎么照看他的呀？抽大烟算什么呀？他现在在饭店正和老情人快活着呢。跟谁呀？还能有谁呀？喜珠子呗。
什么时候好上的？从上海就开始了，一开始还是一夜情，到后来夜夜情。那你怎么不告诉我呀？男人嘛，谁没有个三妻四妾？他又没休你，你不知道比知道活得更太平。那你怎么现在又告诉我了？那以前吧，不管是花日本人钱还是花英国人的钱，他们都带着我玩。哎，后来他自个玩，他不带我了。就您这德行，谁还带您玩啊？哎，你干嘛去啊？找他去。拧着，哼。哎哎哎哎，出去出去，我们这里不招工。我不是来招工的，我来找人，他叫天和，住的是你们这儿的套房。大姐，没你这么攀亲戚的吧？人家先生和太太到现在可还没起呢，太太是喜珠子，广德楼的名角，您也说个我不知道的主，兴许我就放你进来。这都晌午了，他们起没起你怎么知道啊？每天起来都会喊我们送早点上去，床上吃，这叫洋习惯。算了，我不跟你打蒙子了，走吧走吧走吧。你饿不饿啊？要不要点点吃的？哎呀，这饭店吃腻了，没什么好吃。那你吃什么呀？啊？就想吃你。讨厌。你呀，别站这儿了，赶紧走吧。哎，你别出来劲。哎哎，放手，放手。哎，这人我认识，拿着，忙你的去吧。莲花，捉奸捉双就得出其不意，就爷我在这儿给你守着，记住了，该撒泼的时候不能手软，该收手的时候不能恋战，拿好了范儿，你是大，他是小，去。去呀！讨厌！来来来来来！哎！啊！来了来了。戏文里唱的一样，贵亦有，富患妻。你怎么来了，莲花？我来看看那小妖精是怎么迷惑你的。行行行行，别闹别闹，回家回家。哎哎哎！真的是你。人家都说这男人有钱就变坏，以前我都不信，现在轮到我自己身上了，我亲眼看见了，我才相信。莲花，咱们谁也别怪谁了，这两家合一家吧，我叫你一声姐姐，你做大我做小。我是一女人，决定不了这事儿。你去问天和吧，问问他想怎么办。莲花，既然你也知道了，我觉得喜珠子说的都是对，不行就这样。做梦吧你！天和，天和，哎呀，慌什么慌啊！我跟您说，
这莲花来了，他都知道了，这不是迟早的事吗？您可得帮我，啊！出了事了，知道找小雅了。我可告诉你，要是把莲花气急了，这盆不卖了，可就什么都砸了。谁说不是呢？这钱眼看着就要到手了，这盆不能不卖啊！秋爷，我求求您，您帮帮我，想个办法。嗯，我把莲花哄好喽，你可得记住舅爷的好。舅爷，我，这么着啊，麻溜回家，往地下一跪，莲花心一软，那就过去了。不行，我是一个大老爷们儿，我不能跪女佣。想不想买盆？想啊。想不想成为有钱人？行，那就得跪。这盆一刻不出手，你就离有钱人永远差那么一步。走，走啊！咱们翻译官，天河让人抓了奸了。莲花，我给你跪下了。莲花，是我错了，你是我媳妇儿，我怎么会对你不好呢？莲花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。要不是我去上海，也不会碰见他。我不碰见他，我也不会一时鬼迷心窍被他给勾引了。莲花，都是我不好。我回北京之后，我是害怕你知道，所以一直瞒着。我是害怕你生气。莲花，咱们折腾了半天，不就是想把这个盆卖了，穿好衣服，有大宅子住，过好日子吗？如果要没你的话，那我活着也没什么意思。莲花，这次我真知道错了，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，莲花。莲花，要我说呢，这也叫是回头是岸。要我看就算了吧，啊，以后舅爷我把他看牢喽，啊。一个大男人，动不动就下跪，像什么样子呀？赶紧起来吧。能原谅你，你答应我两件事儿。别说两件了，就是十件也没问题。第一，你以后不许见喜珠子。行，我答应你，我不见。第二，你把烟给我戒了，这人一抽上烟就没有人样了。我没有瘾，我只是偶尔抽着玩儿。哎，听人说了，把你绑上三天，一口都不给抽，就能把烟戒了。舅爷，帮忙啊！好，不是我不去大云馆不就成了吗？不行，天河，我告诉你，不管咱将来怎么着，这把烟戒了是为了你好啊！呀，我这，谁呀？啊？怎么回事啊？娘，怎么了？我看一个人跑了。谁呀？我看你真真的就在这窗户这儿偷听。没有啊。刚跑。都打得。天河啊，你都西祖父你熬呢，所以你熬很有要没人都得回去的。藤本少佐はたった1時間で目標に到達したのね。さすが名前の通りね。本来は暗殺の方が得意なのです。ご安心ください。天河不能戒烟，他戒了烟，我们就控制不了他。はい。不仅不能戒烟，还得比之前更厉害。明白吧？はい。
你吓了我一跳。哎，你怎么还没走啊？天河呢？天河要在家住一段时间了，不上这儿住来了。你可千万别去找他啊。为什么呀？先紧着卖盆儿，在这节骨眼上你千万别招惹莲花。他不就是有个破盆吗？他要是没那个玩意儿，你看天河跟不跟他？他要是没那个玩意儿，天河就是个穷吏吧？你能跟他？我能。我真的爱他。哎呦，什么爱不爱？别自己骗自己了。天河离了你，照样能过日子。他要是离开莲花，什么都不是。柱子，我劝你想开点，不就是男女之间那点破事儿吗？就当是戏演了，啊？红爷，我是个戏子，可我不是婊子。莲花，你让我抽一口啊！让我抽一口！天河，你一定要忍住了啊！一定咬着牙也得忍着，咱们一定把这烟戒了。哎呦，不行了，我受不了！你帮帮我，我死了，快！天河，你看我给你做什么了？你教我的方法，我给你做的鸡蛋糕，只要你能把烟戒了，让我干什么都行啊！尝一口，我不吃，我不吃。我是抽一口莲花，我求求你，就抽一口。你给我抽一口，就抽一口。行行，我给你拿去啊。就抽一口。来来来。哎呀，天后啊，你可得坚持住了啊，过了今天晚上就好了。我不抽这个，你给我拿烟膏，给我拿烟膏，我求求你了，莲花，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不能给，天河，这时候你必须忍住了。街上别老咕咕咕咕的，叫我莲花。哎，您还是让我叫吧。我现在啊，一个亲戚也没有，叫您一声姑，我觉得亲。嘿嘿嘿，哎姑，你这卖上烟叶了？给天河备的。哦，那盆儿还没出手呢。这烟叶不行，不上档次。你们要是想做绝，得抽雪茄。我给天河借大烟呢。你说这卖盆卖的，把自己安都搭进去了，啊？那是得赶紧借。这万贯家财被抽光了，那是常事儿啊。倒是你，里里外外的跟换了一个人似的。嘿，那是。我以前不是觉得拉车寒碜吗？那时候见着人就懂。嘿嘿，现在倒好，我每天不拉个二三十里地，都浑身觉得不舒坦。拉完活啊，澡堂子一泡，回到家踏踏实实的，这一觉就到天亮了。回想起以前在贝勒府啊，那晚上睡不着觉，必须得喝点猫尿。还是这卖力气的日子过得踏实。哎，是。哎呀，看你这大彻大悟，
这老贝勒泉下也心安了。这话准，我现在算是明白了，这人呐，没有吃不了的苦，只有享不了的福。回想起以前，我那有钱就造，气死我爹，嘿，简直就不是人。不提了。哎，姑，你去哪儿啊？我送你。行，回家。哎。才是我停泊的岸。